咁嚟紧嚟2011选举，支援太阳球对手嘅，冇办法。好啦，去到呢个时候咧，就提一提啦。听日嘅12点钟开始咧，1点钟开始，我哋就会喺旺角嗰度咧，旺角嘅行人专用区。正确系12:09，12:09开始。第一场九龙东啊嘛，系嘛？我帮你哋宣传埋，你有份嚟。OK， 即系梁家杰就同埋大专2012嘅代表，即系黎景辉。黎景辉咧就会喺12:09开始就进行辩论。咁相信啊，即系对唔住讲句啦，這个辩论就比较唔精彩嘅，因为冇咗任何人。睇下台下发言啦，精彩。但系我哋可以听下台下发言嘅，因为我哋喺旺角嘅行人专用区嗰度咧，系欢迎任何一个市民。发言或者系举手问问题嘅，几创新呢个论坛，我觉得喺行人专用区搞人网真系好嘢啲嘢，但系辛苦你啊，唔系我觉得喺行人专用区搞唔系一个重点，我觉得嗰个马拉松式嘅系一个重点，7个钟我哋嚟搞，系啊，咁所以系一个比较新啲嘅壮举嚟嘅，咁所以都希望所有嘅听众或者网民支持嘅，咁我哋会12:09开始进行第一场，咁第二场就会系近你不如讲一讲个时间啦，第二场就港岛区1:30到。2:09，第三场新界西就3:00到到4:30，嗯，第四场新界东就4:30到到5:30，最后一场九龙西就5:09到到7:09，系啦，咁相信即系最重戏码就将会喺九龙西嗰场啦，因为人都多啲啦，系咪主场啦？所有候选人都系主场啦，系啦，所有都系候选人都系主场，同埋喺一个开放嘅地方嗰度，你唔知会遇到一啲咩人嘅，咁希望大家到时就准时出席啦。都特别话再有人掟嘢噶，再喺度特别呼吁白允琴，如果你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嘅话，都希望你听日会准时出席，因为我哋到而家为止都冇人望通缉白允琴。唔系，阿姐姐，我真系好想见你。唔系，我有谂过，不如而家打下俾佢。我哋嘅网友系好乐意同你进。我真系好想见你，八姐姐。大家都好想见啊，你亲人。怀念你昨日嘅风采。听下你同啲年青人嘅对话，有心事嘅人对话嘅。OK， 今晚多谢晒两位，多谢晒 Thomas， 多谢你，多谢任。OK， 咁听日见，拜拜，拜拜。2010年4月14日清晨7:49。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.1级大地震，灾情严重，至今已经证实有超过600名同胞罹难，超过10,000人受伤，当中包括一名英勇牺牲的香港义工黄福荣。香港人网深切哀悼每一位殉难者，并向灾区居民致以祝福同慰问。救世军捐款可存入以下指定户口：汇丰银行14320131116。东亚银行015-515-10-30085-4，中国银行02878-10-61-887-6，或捐款到全港71便利店。宣明会捐款可存入以下指定户口：汇丰银行018-377-077-003，中国银行012883-000-25025。協力同心，救灾扶难。香港人网集结全球力量，为受灾民众重建家园。嬉笑怒骂，谈论财经时事，另类角度提供波马股资讯，是一个即使未能令你早日发达，都可以令你心灵上富甲天下的综合性节目。有 Q 仔，冇穷人。主持 Q 仔黎质粉、白户质道、高辉、康仔，逢星期四晚11:30，有 Q 仔冇穷人，财经时事、波马股市，咁讲至好听。对于友情，佢两个都两胁插刀，在所不辞。但系讲到爱情，佢两个都爱在单身宿舍时。80后星呢长篇广播剧《爱在单身宿舍时》，逢星期六晚6:30，《爱在青春蔓延时》。